好玩，而且这样能增进自己的英文程度。福音计划呢，是自这个2004年我们就开始针对彰化这个县的这个偏乡地区的同学学童来做一个英语教学的一个服务。那在今年呢，我们是做一个校内的服务，那针对呢我们的春冬、春上、大春，还有我们的明德、东山国小这五个国小，那大约有150个小朋友来这边做一个英语教学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在这次的一个包括呢，我们也有大一到大四的一个国际生，还有我们台籍的一个学生哦，然后来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福音计划。Hello， 我来自印尼的啊，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福音这活动，其实有点紧张，可是到现场感觉蛮好玩，跟小朋友这样接触，因为之前看到小孩会觉得很麻烦，可是现在玩的时候就很开心。